为你回去了。不怕我让窜进通道，小古老，想看仙斗奇怪境地，不空在另一端，要玉行念金八关，卖忘了一股相如仙斗的赞助，一滚动千难不红，哈哈，你不好。我是为你上司机看清了，龙洞英尊，七龙在地的天魂文秀，一口仙刀修炼在手，相如多改十杀天柱之名，虽心不息，只因为你却在此刻强调玉行之灵。是要承认其他的王该不属于吗？我也以为发出求安信回地，其秀也在此时懂得谦卑。你是谁求安？除了数块玉以外，三王龙连贵天宫一起。彼此之间多少拢有感应，气息骗不了人。自以为是，若我无出现，恁要请告呼吸。只有最后一停了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你来不来，无差别。都是你提起数块玉，是真怀念当初婚礼的玉品吗？小姐，你真正怀念的是以天书探龙成立多艰难的一段过去。七王称为以一段过去经沙，随地东西一同奋斗，可靠为神都带来经富未来年少轻功，应也不得国族出身的英雄，国魂当塞。在你念的那道上，我一直拢在。是您无接受过什么邪教恩，王强东的目标前进。强东，先都比您数码王款同地六家之优异，颠覆异现。当时你也是未必数改变，这一问七龙并清，企图改变乾坤。但最终，你也是回到最安逸的位置。所谓那道，只有司马氏，哪来其他人用心其术？若董管家愿意改变，为何一定要推翻？无我的呢？您也认为司马家必须独大吗？悟空，若您无意见，为何其他四人已成立数块玉？你以天书探龙，这灵锁多艰难，爱将婚礼的责任全部送在我的头上。